嗨，我今天要为大家示范一个我觉得还蛮实用的功能，专门适合那种路边啊停车白痴，好像料叉险哦。撞到了，真的撞到了。现在要停那个车位了，这个发明真的是太便利了。好，我现在往前开。好，我先经过我要停的这个车位，开慢一点，继续开。好，现在我的仪表板上有写一个 P， 然后写一个箭头，代表我可以停车了。然后接下来我打入 R 档，然后他就会问我说，啊，是不是要开始停车辅助？好，我就按下 OK， 按下 OK 之后，我就脚放开，手放开啊，各种自动，很好，就跟打电动一样。哦，但是你看，你还是，我觉得脚还是要放在刹车上啊，随时哦，怕他吐谁还是什么的。好，他到一个阶段会叫你打低档，你就打入低档，然后他就自己开始打入低档，很好。然后你要稍微点一下油门，因为这是安全的那个设计。打入 R 档，好，不过你脚还是要放在刹车上，随时。哦，它停的还蛮精准的，应该是用电脑计算的。好，再打入 D 档，然后它这个方向盘修正了。可是我觉得我停车比它快，啊，虽然它有一天停的会比我快，我大概停这个位置只要15秒吧，大概吧。他的感觉停这个位置要停1分钟以上，然后现在越到越后面，有没有？越接近越后面。好，他停车了，该停车了。好，他这时候显示已结束，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打入刹车档，然后我们接下来下车检查一下那个车位。好，我去检查一下车位，看怎么样？看有没有车子有没有停到正的。嗯，感觉有到方正的位置上去。